海豹生活在寒温的海洋中，除产崽休息和换毛季节需要到冰上、沙滩或岩礁上之外，其余时间都在海中游泳、取食或嬉戏。苏格兰有一女子驾船出海钓鱼，竟然被一头海豹打劫了。海豹爬上了女子的快艇，不停地用头张望着，眼睛也是圆鼓鼓的，好像很可怜的样子。而女子似乎也是看出了他的意思和来意，女子便用快艇里拿出了一条鱼给了海豹，海豹也是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，更是一口就直接吞掉了。海豹吃完后似乎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趴在女子的船上一动不动的，似乎是对女子说还没有吃饱，这简直是太无赖了。女子想了想，还是毫不客气的又从这快艇的鱼池里又拿出了一条鱼，再次给了这头贪婪的海豹。海豹这次也是毫不客气的直接一口吞完，这么大条鱼都够几个人吃一顿了，海豹这饭量更是一口就直接吞下。怎么样，小伙伴，看完视频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呀。